欢迎收看 DJI 教学视频，本次视频将为您介绍如何在 DJI Go App 中使用 QQ 空间直播功能。我们以 Phantom 4为例，首先连接移动设备与遥控器，打开遥控器和飞行器电源，点击打开 DJI Go App。在 App 主界面右上角的通用设置，点击视频直播下面的选择直播平台，点击 QQ 空间，点击开始直播。接下来会出现授权信息，在弹出的 QQ 登录授权界面，输入您的 QQ 账号和密码，点击登录，点击开始直播。您可以给您的直播添加描述，点击开始直播即可开启全新的 QQ 空间直播。屏幕出现倒计时，左上角会显示连接状态，连接成功后会显示直播中。直播时会在您的 QQ 空间自动生成一条直播状态。在 App 界面点击左上角直播的图标，可以选择启用音频或结束直播。注意事项：通过数据线连接移动设备的产品，需打开 WiFi 或移动网络才能进行直播。如果您使用 Phantom 3 Standard 或 Phantom 3 4K、Osmo 等通过 WiFi 连接移动设备的产品进行直播，则需要使用 iOS 移动设备并开启移动网络才能进行直播。如果直播途中想要换电池，不用点结束直播，直接关闭飞行器更换电池。15分钟之内再开启飞行器，直播会自动重新连接并推送到 QQ 空间同一条状态里。感谢您的观看。